一份财富报告显示，中国有将近100万的千万富翁，6万多个亿万富翁。一份研招调查报告显示，我们博士研究生的人数达到了6.7万。一项统计显示，截至2012年，共有3842人登上珠峰，成功挑战世界之巅。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挑战了极限的牛人，有将肱二头肌练到80厘米的埃及健身教练，有86岁还站在平衡木上的体操演员，也有全身打了453个钉环的德国人。那么在你心中，什么样的人才是牛人？牛人呐、这个当个艺人呐、他就是要异于常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觉得这些牛人呐、还真的很牛。我看过他们彩排的时候，心里面好多感动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每一个都会了我们大家不会的事情。我心目当中牛人就有宪哥，因为我觉得他很牛的一点是他几乎不用睡觉，可以24小时工作，状态都那么的好。我觉得有梦想，然后能说出来，然后一直去坚持追逐的人就是牛人。我最牛，最牛的人呐、伟人呐、就那个 NBA 这次获得冠军那个人就挺牛的，篮球打得挺棒的。第一脑海中闪过的就是牛人都是很奇葩的人。牛人，首先他得是个天才，然后他得还得长大有强大的内心，可以做出一些让大家觉得比较了不起的事情的人，在背后付出了非常非常多，而且有一技之长的人，肯定是别人还在找实习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早早的找好了。我觉得还是在一些公益活动为咱们社会做出贡献的人。我做什么事我都愿意做得最好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最牛。我自己，因为我觉得人一定要自信。我天不怕地不怕，老虎的屁股都敢摸一下，所以我最牛。各种牛，因为我属牛。这样的位啊，这几个上天的呀、都比较牛。是我妈，她把我生出来了。我认为应该是冠希哥哥，身受万千，女子宠爱。别想怪罪啊，她想搞啥子搞啥子。家庭里面嘛，我感觉妈妈是最牛的人。我认为我的女儿就是最牛的人，生下来就不哭，然后呢睁着眼睛打针也不哭，就特别牛。牛人都是有梦想的人，敢去拼搏敢去做的人，这才是牛人。为了自己的梦想勇往直前，奋不顾身的人。他们在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努力，而且他们很快乐，他们在快乐中收获了自己的梦想，收获了自己应该说人生中的价值。我心目当中的牛人就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，敢迈出第一步，敢第一个做尝试的人。第二那个可战老师钢铁侠，一个世界里面的大象，喜羊羊，我爸的牛，我爸爸跟大我出事的人就是牛人。他在某一些领域能超出常人，并且非常厉害的人就是牛人。如果他要是能姓牛的话就更牛了。我喜欢打球，所以我感觉科比很牛。姚明，因为他个子2米多高，很高很高，不可以想象。黄晓明，他演了电影，我感觉就是特别酷，然后就是帅。我心目中的牛人是张根硕，他很帅。布兰妮斯皮尔斯，他15岁专辑就卖到了2亿。是越狱中的男主角 Michael Scofield。最多讲了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我们说他呀，往里丢垃圾，你说他还比你还凶一点嘛。我心目当中是没有什么最牛的人，都是很普普通通的人，没有什么人特别牛的。你如果说出几个牛人，我就觉得他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有哪些地方不足的地方。别问我，我啥也不知道，真的。具备足够能量能影响他人更多人的人，这样才是牛人。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而且一直坚持到直到他成功的那一刻，不怕失败。马云最厉害，他最困难的时候创造奇迹。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之后，带领中国搞起了那个两弹一星，然后中国从此就强大了，然后在世界上就占有了一定的地位。比尔盖茨吧，大学没上完就辍学创业的嘛，我觉得这个需要很大勇气，而且他也成功了。我觉得应该是巴菲特吧，他很有投资的眼光，然后看东西看得比较长远，跟我们一般人眼光不一样。我觉得牛人就是很平凡的人，但是拥有他自己的梦想，然后并且坚持住，然后可以实现他的梦想。值得我学习地方的人就是牛人。王亚洲嘛，他是我们班成绩第一名嘛，而且他现在跟了一个最牛的导师嘛。我们董事长陈龙嘛，他就是最牛的了。最牛的就是我的一个老师。因为他是北大出来的，治学就比较严谨。因为我们很最牛，所以他才会生出这么牛的我。爸爸妈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，教给我很多
我懂得很多。我老爸还有我老妈他们都挺牛的，比如说他能坚持一天给我打三个电话，因为我一个人在外面嘛，他们不放心。像我老爸他有时候工作嘛，从早上5点多能工作到晚上12点多，反正这边我是学不来的，我受不了。我觉得牛人呢就是要受得耐得住寂寞，然后受得了诱惑，然后就是内心要无限的强大，做你自己，我觉得就是牛人。看这个世界财富、智商、力气都是衡量牛人的可见标准，勇气、智慧、情商、恒心同样是成为牛人的必备条件。那些被传媒吹捧的闪闪发光的名字是社会公认的牛人，但默默恪守自己职责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平凡人同样也值得尊敬。牛人是一个社会标准，同样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一个标尺，折射着我们对于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认定。你可以是芸芸众生中默默无闻的一员，也可以是自己平凡人生的不凡实践者。下期话题是，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最不靠谱呢？拍摄并上传你的观点，参与话题社全民大讨论。感谢收看，下周三再见。